大家好啊，记得我听日会开抖音直播嘅、哦，但系正確嘅开播时间到目前都未肯定，所以咧，只要大家听日关注我嘅抖音号，我估大概11点或者12点啦，喺呢个中间啦吓。至于咧10月3日星期四，如果时间 OK 咧，我可能会开多一场抖音直播，但目前咧仲未确定。好啦，预祝大家听日国庆节快乐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啊，明天是10月1日，大家记得我会开抖音直播哦。但是正确的开播时间到现在还没确定。大家要关注我的抖音号，我估计大概上午11点到12点左右这个时间。那么至于10月3日星期四呢，如果时间许可，我可能会再开多一场抖音直播，但目前还没确定。好了，祝大家明天国庆节快乐。走一首赞歌。